谁带来远古的呼唤？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？难道说是无言的歌，还是那久久的不能忘怀千年？我看见一座座山，一座座山川，一座座山川相连。呀，那山，那可是青藏高原。是谁也谁和我永久的梦幻？难道说赞美的歌，还是那放不来改变的壮烈啊？山，一座座山川，一座座山川相连。亚拉说，那就是青藏高原。亚拉说，那就是青藏高原。哇，真是好戏咯。再一次多谢我们王哥这么精彩的演出，一首青藏高原。跟住，跟住，系咪到爷爷啊？哦，得啦。爷爷一首咩啊？你莫走，大家。另外一位好戏之人。系啊，又系好戏。我第一次听爷爷唱歌咋？系啊。我第二次。系嘛？咁你比我好啲啦，你第二次，我第一次咋？我听咗。